不是台商，我就是台商，为什么不承认？不要说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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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人离开了啦，好了好了好了啦，我会让他放心的走。张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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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救！哎，谢谢了。找我太太林丽娟。他之前那个发烧进急诊室，我挺担心的，现在封院，我可不可以看他一下？哦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啊，林什么？林丽娟。啊。是这一位吗？啊，谢谢。朱先生，朱先生，你在里面吗？朱先生，我是台商，我就是台商，为什么不承认？对不起，不要走啊！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加油！好好好，卢先生加油！卢先生喘气喘气，呼吸。学姐都没有反应哎。追完气，卢先生快来哦，卢先生。陈医师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要不要换手？要不要换手？先生，朱先生。呼吸呼吸，朱先生。如果气，呼吸要起来起来。要吗？出过气，出过气。陈医师，陈医师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啦好了啦，病人离开了啦，好了好了好了啦，我会让他放心的走。我们都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朱国庆先生，民国92年7月25日7:10死亡。两个年轻的就这么走了，我挺老的，老的也跑不掉了。